教科书级别的王一博代言案例。百雀羚，王一博和百雀羚作为合作双赢的典型案例，出现在十三五经济类高等学校教材中，文中进一步肯定了王一博超强的带货能力和商业价值。 Redmi 中信出版的雷军签署小米官方授权传记里，记录了 Redmi 官宣王一博历史性时刻以及王一博跳的舞。 SKG 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国家的新国货，记录了王一博代言 SKG 的经典案例。 SKG 成为牵头制定行业标准的品牌，并获得人民之选匠心大奖。另外，在国内第一部关于新国货的经济历史纪录片中，也提到了王一博和敦煌博物馆合作的那个案例。2019年10月，敦煌博物馆在微博上隔空喊话新生代偶像王一博，51.2万的转发量将敦煌博物馆的滑板文创品推上了热搜榜。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宝藏，和一项年轻人热爱的街头潮流运动，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。我们希望呢，当今敦煌博物馆的文创，它可以融入现代的文化基因。所以，王一博的名字不仅在财报里，也在高等学府的教科书里，更在充满创新的文化潮流里。